台面上来，安排了咱第一位女主角啊，咱的蓝辉恒美女。哎，今仔真正特别较无同款，哎，质感很好。哦，人啊，水青菜真都好看。你讲要摆什么 pose？ 我讲青菜摆一个就足水咯。真的吗？嗯，无多学袂响。啊，青菜无你，你各行，你小可抬手啊，感觉安尼就足水啊。嗯，你青菜就好啦。你手搁背一个人，伊人感觉足水，对不对？安尼嘛足水吼。我讲，有时候这是一种吼，怎么讲？哎，天生本来就会这样子的。好，你像那咱新化今天比这个真高，他可能比较活泼，真的，他这样子不是不好呢，这是好处呢。哎，我人搁无阿多呢。简单呢，你那边比一个，安尼处理得当个冠军啊呢。对啊，你那边连续哦五连拍，他绝对做得到。哎，这个要有一种才华才做得到。是有时啊，有个人真正做袂到。你做牛的嘞，真的，这个也是算才能啊。哎，这是咱做金身的呢。啊，当然咯。对不对？咱那边五连拍可能到第三 A 的，不知道要干嘛，对不对？这真的是我们值得欣赏的，而且也是我们要学习的，很棒啊，这是好处呢。对吧？咱要学拢学袂来。对啊，系啊，有时啊，明明人伊都甲咱教，咱伊比起来，做虽然比起来差差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平常时都拢有咧训练的啦。无啦，唔是训练啦，人与生俱来也有这种能力。与生俱来是啊。对啦，确实也有。不过你讲平常时哪有咧训练，哪有差？咱即马开始来甲训练。嗯，熟能生巧。较早咧比嘛，哎呀，较早咧比啊，差差。即马一看到阮新华啦。即马青菜比了一支大支的，家己来去嘛。嗯，来。接下来安排，咱今天也啊一连串轻松老练的歌曲，来又见秋莲，来江小凡过来，谢谢，共同欣赏，谢谢。这些日子快过，哎哎哎哎哎
谢谢，还在滑手机。好，你爱一个怎啊？卡两手两肩，你做慢呢？哎呀，搁一直在那滑手机呀、啊！喂，我咧甲你拍特写，特写什么上传、啊？他滑手机也是因为你太软了，他也滑得比较慢。平常他速度又比较快。我吼、啊，我吼爱改改吴会长讲就做拍摄，我大概吼，后尾笑你个地方紧张拢感冒啦，啊，做拢手机压力、啊，压力太重。吼、啊，压力这有压力啦。嘿呀、啊。啊，所以哦，笑了不好哦，拍死啦！有压力呀，谈心话都会哦，没啦，有什么压力？奇怪呢，阿奈，奈呢？你感冒歌声呀，搁这里赞呢？很好啊，真的不错呢。而且今天进步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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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好美哦！这临时抱佛脚啊，这样子也很棒哦，临时二补，名师出高徒，哦，懂点，很好了。好、哦、来，我先来看这里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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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